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请了很多奥特曼去公园庆祝，想去的点个爱心，和我一起出发。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，这边是大西瓜和香蕉，这些都是小朋友们最爱吃的零食哦，还有大家喜欢的可乐和冰淇淋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准备了一个超级大蛋糕，我做了很久才做好。可是赛罗等到天快黑了也没有人来，看来已经没有人喜欢我了，更不会有人送我红心祝福，我还是自己一个人过生日吧。他召唤出其他形态给自己当观众。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蜡烛点了，寂寞凉了，生日快乐，泪也融了。我赛罗，我们在你家门口等了好久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糟糕，我忘记告诉大家是在公园里了。你可别像我这么粗心啊。